成功的舞台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视听型物种追梦赤子心，灵动音符是你的启蒙，大声歌唱是你的勇气。灯光、音乐、麦克风，只要你站在舞台中央，就能触及肾上腺素。Z 世界，视听新物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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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月18日惊艳登场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